先来听，请大家注意来听。一暝时起来，带伊两个某、两个女婢、甲十一个囝，拢过雅伯大溪渡头，事先予因过溪，凡了所有也予因过，只有剩雅伯家己伫地。有一人来甲伊撒宴，到伫天不光时，迄人看袂赢伊，就扇雅伯的大腿骨。撒宴的时，雅伯的大腿骨就喘。迄人讲：天要光啦，就放我去。雅伯讲：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毋放伊去。迄人讲：你名做啥物？伊讲：我名做雅伯。迄人讲，伊个名无要叫雅伯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、甲人斗输赢，拢得着较赢。雅伯问伊讲，啥将你个名甲我讲？迄人应讲，毋使问我个名，就伫遐甲伊祝福。雅伯名迄所在叫便以利。因为讲，我转头对面见着上帝，我性命以后拄着保全。日拄啊出，雅各经过便以利，伊个大腿硬白，所以遮个以色列人无食大腿头一斤，到伫今仔日，因为迄人信雅各大腿骨一大斤，但只是要。